Hello，大家好，大家好啊！喂，个市开咗，PPI 出咗，出完之后 PPI 咧出咗之后咧就升咗1%，啊，立指升到200点。本来咧，盘前升紧二三十，0.23%阻紧啦，跟住咧就冇晒嘅，跟住啊，PPI 出完之後咧，就一路一路上啦。咁 PPI 出咗啦，好過預期啦。咁就係咁啦，好過預期。跟住咧，大家咧又好開心咁啦。即係其實 CPI 都低啦，應該話咧，今次個 PCE 嘅話咧都符合預期噶啦。咁9月一定減噶啦，基本上咁講啦，咁 PPI 出咗啦，咁睇下先啊，咁直情係低過預期好多添嘅，咁同比就係2.2啦，咁預計2.3啦，加核心 PPI 咧就2.4嘅啫，咁環比係零嘅，咁既然係咁咧，咁多嘢出現咧，咁個市會彈嘅。但係要記得一樣嘢，個市咁樣嘅話咧，稍微少少嗰個數字唔係幾好嘅話咧，喂，稍微數字唔係幾好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又要講翻衰退，所以都係少少收小心啲啦，唯一加得寶出嚟入職嘅冇升跌，其實都買輸買跌嘅都賴嘢啦。咁就係咁啦。咁啊預估啦，預估低過預期少少嘅喎，EPS 就比都係不過比上年同期啊0.05又好似少咗啲，係啦，即係比較跌0.05 EP 每個月 EPS，咁佢即係賺錢能力保持到，係啦。咁淨銷售額咧比預估係低啲嘅。咁正常嚟講，呢條數嘅話咧應該唔會太差，加得補。咁係咪今日有得上下咧？咁仲有另外啦，安啦，零售嘢我就一般般啦，咁就係咁啦。咁既然係咁咧，個市 OK 嘅話，咪睇下有啲比較渣少少，微軟咯，係咪可以買下微軟咧？微軟啊，買少少微軟啦，買少少微軟 call 睇下點。妖你真係冇辦法。個市，個市要彈嘅話，買啲微軟 call 睇下有冇得搏下咯。買咗少少微軟，係啦，咁仲有 Nvidia 啦，Nvidia 就高開就回緊少少嘅，咁但係升穿咗下降軌嘅啦。點解 Nvidia 升咁勁咧？都係上個禮拜有寫到啦，或者禮拜一有解釋嘅，就 TSM 出咗業績之後咧，TSM 7月嗰條數係超靚嘅，同比係增長30%嘅，咁比起咧6月更加好條數，咁即係話咧Q3 嗰個晶片成個行業都唔差。咁就係咁啦，咁冇辦法啦，咁個市既然要彈，你都冇計啊，咁係咁。不過我自己呢幾日咧係冇咩太多動作，冇咩太多動作，係有買到啲正股，但係有冇 call 咧，又真係少嘅，少嘅，就係咁啦。
咁咧本身咧驚一樣嘢嘅就係開始反彈，反彈開始有啲會好似 Nvidia 咁咧，就一個下降軌啦，嘅附近啦。咁我又開始驚呢啲咧，係咪會再有少少壓力咧？咁暫時未到嘅，咁加埋 PPI 好啦。聽日如果 CPI OK 嘅話，有機會就到啦。咁如果要玩嘅，小心啲啦，係啦，應該好快地就到下降軌下面噶啦。咁升穿咗企唔企得穩係一個幾大嘅。即系几重要嘅嘢嘅地方啦，咁个市咧，既然系咁，我睇嚟真系劲啊，冇嘢讲啊，咁因为个数据好嘅话咧，而家啲嘢系咁升，咁样嘅话，睇下先，除咗微软之外，有冇嘢可以揾下嘢 put call 下啦，咁实质我自己咧。就有少少心心兩意喺AMD 嘅，咁佢之前出咗業績係其實唔差嘅，但係咧佢嘅反彈幅度咧同 Nvidia 真係冇得比嘅，Nvidia 連續幾日都係狂彈咧，不過我上個禮拜五已經走咗啊，我自己啲 call 咧已經上個禮拜五走位咗，琴日冇買翻好。可以唔可以9988可唔可以播业绩？喂，真系有样嘢嘅，我自己咧唔系好想播中概股业绩嘅，我自己有少少唔想播中概股业绩嘅。咁跌嗱，你如果以走势嚟讲，算可以播嘅，好明显嘅，A、B、C 反弹系嘛？阿星爷讲嘅 A、B、C 反弹，C 反弹紧上嚟嘅。咁如果佢业绩好嘅差嘅，好难去有啲咁样嘅。哇！如果咁样再打翻落嚟，咁就真系好劲啦个市场啊！咁你可以试下搏嘅，咁但系咧，我睇下先啊，十五号盘前。礼拜四，礼拜四盘前，咁你买885，其实都成1蚊啦，1蚊如果唔入价就濑嘢，星期四咯，试可以试嘅，但系最惊就系听日再升一棍，星期四就争啲，系啦。咁買嘅話咧，最好啦，最好啦。咁你買2張或以上啦，聽日睇下個市 OK 上啲嘅，你走咗一半先，咁最好嘅方法，最好搏嘅嘢，係啦。咁啊，睇下先，StubHub 有啲咩黐線？哇，StubHub 勁喎，突然之間咁鬼勁嘅，喂，即係。突然之间升咁多嘅，上调目标啫，唔需要咁啊。跟住哦，新嘅CEO，新嘅 CEO 有啲咩特别啊？数字化经营，创造利润。哦，因为咧，佢曾经领导到一间公司咧，利润增长7倍，咁啊就。一个新人事新作风咁嘅样啦，咁系咪得咧？唔知，真系唔知，真系唔知。但系话有啲癫咯，20%喎，大佬癫喎，黐线噶，20%喎。嗱，如果你之前博咗嘅，我真系建议喺呢啲位系咪食一食嘅？换一个 CEO 升20%，有冇咁强啊？真係有少少誇張嘅，有冇乜其他嘅好消息咧？似乎唔多見會有咯。Skim 呢間房我睇下有冇先啊。
冇啊，之前有啲都系叫 hold 嘅啫，系换咗个 CEO 嘅啫。如果系咁嘅话咧，冲两三日啦，你当冲两三日你买咗嘅话减翻啲啦。啲咖啡有咩咁劲？冇啊，换咗个 CEO 系啊。Dell 仲有一 put，仲有一搏下，个市上紧啊，个市上紧咧冇啦，唔好啦，系啊，个市上紧咧就算啦，唔好搏啦，咁 我自己睇下先啊，妖嬲嬲地，嬲嬲地系咪 call 啊 Nvidia 咧？有。不過咧，Nvidia 都仲係好低位嘅，唉，不過升咗幾日啦，而家先 call 好似爭少少，係啦。咁啊，Dell 咧，Dell 就冇 put 住，冇出住，真係。有乜嘢嘅話，等29號附近啊，因為跌咗好多啦啊！我呢幅圖咧畫咗噶啦，呢一個咧之前畫嘅係啊，出 IG 嘅佢量度跌幅咧87，我都唔夠膽講嘅大佬，到咗噶，到咗噶，真係87個幾啊！咁跌幅量度跌幅到咗，佢都要投啊，係啊。咁如果佢強少少嘅話，就去翻107啦，頂一頂去唔去到就要睇佢個業績啊。咁以 SMCI 嚟講咧，業績應該唔會太差嘅，真係唔會太差嘅啊。29號出業績唔會太差嘅，爭在咧個毛利率咧，佢保唔保持到？毛利率咧關乎於佢自己嘅嗰、那個。嗰、那個賺錢能力係啊，就係、是、咁。好啦，睇下先，跟住個市咧繼續上上上，個市一跌落去，呢啲專家出嚟唱好，真係好睇。舉數字舉咗幾年，唉，咁冇計噶，人哋信咪得咯。咁美股嗰啲美股嗰啲就業數據咁，佢次次都幾個月後就調低嘅，咁你到時冇人知啦，已經係啊。台積電call 唔 call 得？台積電咧去到呢度有少少嗱，琴日咧佢冇跟 Nvidia 大升嘅，好少少地升嘅。咁阿 Miu 就 call TSM 嘅話，我自己又覺得有少少呢個位有冇等佢回一回落去？162、163嘅水平先 call 会好，会舒服啲咯，会舒服啲咯。咁就系咁啦。哇，啲微软又回翻啲，顶你想多少少得唔得啊？核战未？哦，咩嘛？普京话咩嘛？将啲海上嘅核弹对准呢个欧洲各国噶嘛？咁听佢哋嗰个地方俾乌克兰打入咗20公里啦，喺一个叫做副业嘅地方度俾人阻击紧啦，20公里，跟住大概占地平方可能有40公里到，加埋就1000公里到啦。但系嗰个地方地少人稀得好紧要嘅，仲有就再上面咧，其實係有少少高山嘅，即係應該係山區啊。佢哋而家係山谷，咁問題又唔大嘅，宣傳作用大於一切。不過普京好魚咯，就係咁啦，即係魚就係魚啊，俾人哋咁樣剃眼眉啊，呜、哦，喂 Tesla 今日好似得喎。头先啱啱我 call 咗 Nvidia 啦，call 咗微软啦，
我琴日就試 put 啊咗亞馬遜嘅，咁冇錢賺，冇錢賺，今日都升得比較少就係佢啦，咁啊 Tesla 好似得喎，走勢其實幾凌厲嘅，咁呢啲走勢嘅話咧，應該都有機會補一補，跟住再上50天線210附近，咁趁機玩下嘅，咁聽日 CPI 如果 OK 嘅，仲會衝一陣，咁衝一陣之後咧，就大家醒水啦，差唔多啦，每次咧你咁樣嘅每次咁樣嘅嘢咧，你反彈反彈反彈咧，就你冇預佢咁樣 V 上嚟嘅。呢啲地方咧，跟住開始上上落落，突然之間又落，因為成個日元拆息嗰度，就算解決咗咧，應該市場上面都冇一筆水嘅，所以你見到而家咧炒嘢咧，佢哋唔係好全面嘅升，佢係唔係好全面升嘅呢幾日。咁仲有就每住慢慢地慢慢地嘅，不過博反彈肯定係立指嘅啦，唔使諗。好，就係咁啦。喂，呢只好難玩喎，IREN 之前應該都係你哋提過啦，好難玩喎。我自己咧都系拣呢堆嘢咩话 HUT 啊，但系都跌翻落嚟嘅。但系咧 Bitcoin 上上落落咧，一定系炒 Coinbase 同埋 MSTR 比较跟啲。其他啲挖矿就唔一定跟，因为你唔系即时得益嘅，同埋挖矿成本贵咗啦，咁减半之后都贵咗，咁你个赚钱能力都争啲。好，战争教训人类，咩叫傲慢？傲慢冇咩特别啦。喂，HD，头先咧 call 嘅话都冇咩点赚嘅，啱啱由升转，应该由跌转升，而家都系0.几%，唔系好得重咯，其實我自己唔係好睇淡呢個 HD 嘅，我知我有啲 friend 咧係 put 咗佢嘅，但係我覺得唔太差嘅，因為我又睇佢哋嗱，因為佢哋嗰個其實好穩定嘅，賺錢能力其實好鬼穩定嘅，咁營業嘅收入咧，佢哋每次指引咧其實唔爭太多嘅，反而我有少少興趣睇佢呢個即後呢個直播，究竟講咗啲乜？咁而家咧未知啦，我自己未得閒睇啦。咁希望咧，佢即係佢如果佢對呢啲嘢咧 OK 嘅話咧，美國嘅地產可能又有得炒下嘅。飆升得太快啊，媽！唔系嘛，系喎，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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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冲咗咯，快啊，冇计啦。咁因为咧，你当啦，掉咧，其实 Nvidia 升咗好几日，佢先跟，佢先跟，佢 下面先跟上嚟嘅。咁都系嗰句啦，跌幅滿足啊，黐鳩嘅咁都可以滿足嘅。我本嚟預佢補呢個裂口嘅啫嘛，佢都跌翻落嚟嘅，咁鬼遠嘅。咁既然係咁，就唔好搞，即係唔好 put 住嘅啦，肯定一定係唔好 put 住嘅啦。啲咖啡睇下先啦，Nvidia 上落位正正常常咧，90幾蚊買咗嗰啲咧。我就覺得你去揸一揸既然佢上得呢個下降軌咧，頂得住下降軌咧，你就唔使理佢住咁你當110啦，降軌下移頂住嘅話咧，就唔好理佢住，係啦。上面咧呢個位118
115至118啦，有啲會有啲高壓嘅嘢啊，即係其實都係橫行區啊呢、这個嘅低點啊。咁上次播業績反彈咧，唔係應該播大跌反彈，我都係睇115嘅。不過呢一日走咗，就係因為 IV 問題啊，因為個IV 太高，根本就冇錢賺，成10蚊啊升咗，我都冇錢賺。好少，好似10零個 percent 嘅，少得好緊要。咁而家個 IV 咧落翻嚟啦，18點幾啦，啊，咁 VIX 落翻18點幾咧，咁就可以值得去玩咯，係啊。好，Tesla 上翻200蚊，頭先咪講咗咯，可以買啊，可以買啊，買啊，可以買。佢誒唔使睇嘅啦，啊！我真係唔睇佢嗰啲咩數據咁鬼嘢嘅。我而家咧話佢走去同呢個特朗普講話，喂，我可以入閣啊，幫你管財政啊，即係佢係咪做財政部長啊？啊，咁唔知啦，應該估計就係 Morgan Stanley 嘅啊大蒙啦，啊，咁上嗱個走勢靚仔啊！咁你呢個咁嘅速度去睇嘅話咧，就呢個位啦，亞灣啊，211、210呢啲攞嚟做第一個目標位先啦，其他啲慢慢先睇。SMR 佬幾時可以入？我自己嗰日咧同大家講咗，我8.5買咗，8.5買咗，跟住咧之後咧，其實好多日咧都掂過8.5嘅。啊，咁你中意可以喺呢啲位買嘅，咁但系呢兩日咧開始嗰個波幅開始細翻啊，咁但系咧未必嗰個叫咩西格股炒風未必咁快到，要嗰啲大股未即系升唔起你先嚟，系啊，升唔起你先嚟，哇！C 又係超過預期。係啊，有其中一隻想搏嘅股咯，但係 IV 太高咧，嗰排就即係諗下，係啊，咁你諗下，我70蚊 call 嘅話，我琴日買，而家先賺22%，只股升咗7-8%，先賺22%，嗰個成本效益好細嘅，啊，咁所以唔玩嘅。微軟幾點食啊？我睇過勢咧，睇多兩日有冇機會去到417啊？417啊，睇一下睇有冇機會去417啊？415呢個位上啲417嘅話，20天線而家大概係419.8啦。咁過多一兩日嘅話，就418至417度啦。啊，咁好想。應該仲有得彈多日啦。如果 CPI OK 嘅話，係啊，咁買咗啲，咁呢排係少玩啲，係啦。咁而今日就開始積極少少啦，係啊。咁 Tesla 就微軟啦。咁我自己就最早就係買呢個 Nvidia 啦，微軟啦，係啊。咁Nvidia 就再上我睇嚟。睇嚟 OK 喎，啊，未必會倒業績咯，28號業績好耐，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業績咧，你100零幾蚊嘅話，你就值得倒，係啊。咁因為呢兩個禮拜，呢個禮拜咧，其實佢上下5%度嘅啫，人哋預5% 嘅話就115到，就係一個阻力。去到月尾咧。即係呢個業績期嘅話，大概16%，係啊，即係應該去到呢啲位，一係跌到呢啲位，係啊，上上落落，你就到時再睇啦。因為未唔知之後係會點嘅。啊，食啦！哦，POTL 系咪食噶？啊，哇，果然啊，又再上啦，啊，
之前講咗，如果佢企得住嘅話，就有機會再睇啊。咁終極你咪睇34、35咯。其實一啲都好貴嘅一隻股啦，應該嘅，我可以咁講啊，一隻好貴嘅股，但係OK 對版咯，第一對版，第二猶太人啦，以色列嘅，第二樣嘢咧係美國軍方啊。咁比高啲估值就冇計噶啦，咁啊好快又有機會咧出咗業績啦呢排，咁啊好快又有機會炒入呢個標普啊，次次都係炒呢單嘢噶啦咁有嘅話因為穿咗呢、這個穿咗29.幾嘅高位咧，仲要30蚊企得穩咧，唔好噶，可以唔使咁急食，可以唔使咁急食咁你如果你話我正常嘅佢再落翻30蚊上唔翻，你先考慮止賺咯，又慢慢上去啦。SML 業績麻麻，中長期坐下，喂呢啲咧冇得講嘅，初創公司冇得睇業績嘅，睇乜鬼業績啊？講真啊，90幾萬收入啊，大佬，喂冇得睇業績嘅呢啲咁當然啦，佢有機會成功，有機會失敗。成功嘅話咧，佢可能幾百億嘅呢啲，但係失敗嘅話，咪當翻幾蚊雞咯。反正佢而家嗰個總市值9億，問美國政府貸款咗8億，咁佢咪最多破產咁啊。但係咧，第四代核子咧，核能咧，其實都係小型化、模組化嘅，基本上。大陸都係咁嘅。喂，奇波雷墨西哥燒烤，喂，CMG 懟咁多嘅，搞乜啊？Starbucks 咁勁，佢又懟咁多嘅，佢俾人哋下調評級喎，但係下調評級都62蚊嘅啫喎。佢個 CEO 走咗佬，唔怪得知，係啊，SU 應該係咁啦，喂，呢個今日睇唔到啊，頭先係大家講星巴克嗰陣時先見到嘅，好，Dell 就繼續上啊，大家都係嗰講嗰陣時唔買咧，哇，唔見啊，我未買 Dell。我未買掉，哇！豬仔仲知啊，唔好玩啦，係啊，stop 啦，請走咗佢個 CEO 啊，唔怪之佢跌到咁啦，CMG 個 CEO 走咗去啊，stop 咧升20%，佢啊跌10%，真係，但係呢排咧有冇大家知唔知啊？KFC 啊呢排咧大減價。今日咧，阿星爺突然間同我 Benny 幫我買個 KFC 一送一啦，跟住我係咩？跟住佢就用咗個 app 啦，跟住買咗個雞嘅午餐啦，即係一送一喎，48蚊2個餐，哇黐線啊，平到咁，咁就話聽日再試多隻喎，咁大家升翻工嘅話，可以不妨可以同啲同事一齊訂咁但係有啲係要自取嘅，咁好似200蚊以上咧，佢就會送俾你買一送一啦，係啊，哇好抵喎，抵到不得了啊，我都覺得但 KFC 係咪舐晒招啊？百姓係咪舐嘢啊？咁我做到咁平，咁麥當勞嗰啲點算啊？麥當勞都小升緊啦，星爺咁瘦食得落咩？咁都係兩嚿雞咧，加少少薯條啫，食唔晒咪唔好食咯。不過咪但係星其實星爺嘅食量 OK 嘅，我可以咁講，佢食量同我差唔多嘅，反而我有陣時覺得佢食得多過我添嘅。Google 點解咁弱？Google 同埋 Amazon 唔掂啊嘛，Google 俾人告緊啦，
反壟斷啊，大佬！政府告緊佢反壟斷，加埋你業績差，懟落嚟，咁就比較弱少少咯。咁你 Amazon 都係咁噶，我都係買咗佢噶，但佢都係比較偏弱啲噶。都講咗幾次一樣嘢，就係揾啲業績好少少嘅，你搏嘅話就肯定嗰啲好啲嘅。咁 put 嘅話，肯定揾啲業績差嘅啲 put，反正大家都彈咗啊嘛。係啊，咁絕對唔 put Meta，仲有就 Nvidia 呢啲咧係龍頭，龍頭嘅話咧，你 put 佢，如果佢都死嘅話，成個美股就瓜咗啦。第二樣嘢就呢排 Apple 勁多消息，超級多消息 Apple，又係好難 put 嘅 Apple 超級多消息，iPhone 又出啦，又呢樣嗰樣啦，咁佢又係超強嘅。呢日跌下嘅咋，5% 啦，你当跌破200蚊之后就未见过啦。佢比 Nvidia 更强咁苹果比巴菲特咁估法咁强，短期内咧你都系要睇数据啦。真系 iPhone 16买唔到几多，唔得，佢嗰个 Apple Intelligence 唔掂咁。你先 O 差嘅，仲有幾多嘢？iPhone 瘋狂回購，係啦，去到9月6號大家記得一樣嘢，9月6號之前，大部分公司仲有回購。有回購嘅話咧，你想去好似之前咁碌落山崖咧，難好多。要 put 等9月6號之後，正常咧就係8月頭2個禮拜。9月後2個禮拜最好 put 嘅，一個人食唔晒咩啊？唔係啊，要量我食一半啊！我同佢一日 share 啊！今日做午餐食咗24蚊啫，平到爆，黐線！迪士尼都係跌迪士尼都係跌啊，因為咩嘛？因為女神買咗啊嘛！讲下笑嘅啫，佢啲 Excel 单嚟嘅。如果我真系同佢落咁鬼嘅单，系咪每个礼拜要收？应该系每个月都要收佢一厘嘅呢个叫咩利息嘅大耳窿咁样。Tesla 上唔到10天仲博弹，都系嗰句，而家掂紧啦，而家上紧。上到啦，系啊！头先你如果搏嘅话咧，而家就上到啦。第一棍啦，你当之前每下第一棍呢个咧，Tesla 而家睇叫咩？基本面唔使睇嘅。睇 Tesla 基本面嘅话，我觉得佢系值105蚊嘅啫。105蚊嘅，有啲人睇103添。但系而家冇得讲。就嚟選舉，Elon Musk 講嘅 AI 有 Wobo 其中一樣嘢佢係啦，跟住咧 Wobo Test 我就唔係睇好嘅，因為好卷嘅，有排都唔到 Tesla 我估係啊，但係佢都人哋都仲炒緊個概念咯，咁個概念仲喺度啊嘛，咁加埋佢 Mega 七啦，Mega 七嘅其中一隻啦，咁最多嘅叫咩？最多散户最中意嘅股啦，咁點都會有啲支持嘅，之前我就講啦，如果你落翻嚟就行呢度個 range，上翻去咧就可能有嘅1900至2110個 range，咁佢而家係真係頂住1900上咯，咁呢啲就短期啦，因為你如果炒 option 嘅話，好短期。唔好睇基本面嘅，睇技术面嘅，咁所以其实炒一 option 应该系睇星爷扫狼先啱嘅。大家嘅嘢走数全勁啊，买一送一，8月就系啊，逢星期二同星期三啊，我都想啊，听日好似话星爷话，听日再食多个云我。咁我唔知啦，希望得啦。
TSM put 可唔可以指嗱？你如果我唔知你 put 几耐啊？如果你 put 呢个礼拜咧，我就会建议止嘅。但如果你 put 耐嘅话咧，我就唔系好，你可以等嘅，系啊。嗱，假设佢上50天企稳1.69个半，你就止。如果唔系咧，你有权地等多等佢落翻落去1.60，系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系弹得最快嗰个。第二样嘢咧，系佢嘅7月嗰个报告令到佢赚得最快、最凶猛。而家咧，佢系最快冇升嘅，即系升唔起啦，最快升唔起嗰只啊。咁就系咁啦，啊，咁啊，SML 再抽啊，好可以正啊。咁啊，10.5啫。嗱，呢一轮啊，10.5啦。我唔知啊，其实估量度升幅嘅啫。咁我自己好中意因为跟阿星爷多咗啦，咁黄金比例你都可以成日用嘅，系啊，咁啊0.382咯，10.9，咁我自己咧又睇50天线附近10.5嘅，就嚟到啦，仲有5毫子啫，系啊，可以炒住先咯，因为啱啱佢先攞完嗰笔贷款。咁你起碼搞2、3年噶嘛，邊有咁快啊？所以近呢1、2年裏面嗰啲業績你唔使睇噶，係啊，你只需要睇佢個收入啊，因為而家啱啱先做，如果做耐咗，只需要睇佢個收入 OK 增加就得噶啦。好似桑咁樣，桑咧呢一日咧出業績，啲人覺得差嘅，跌多過唔係蝕多過預期。但系咧，我睇到一样嘢嘅，就营收增加，最紧要营收增加嘅就系初创企业睇 P/S 嘅，系啊，即系话你我系卖1亿嘅嘢一季，可能啊一年就，唔系应该系你当一年啦，咁佢可以对应50倍 P/S 或者20倍 P/S，系啦，咁就20亿或者50亿。咁你唔好睇佢，因为佢都蚀紧钱啊嘛，大佬，初创公司嚟嘅啊。咁另外一个估值体系，唔好用我哋平常嗰啲估嚟去睇佢啊。Tesla 高高高，星爷好识精打细算啊，都系嘅，都系嘅。星爷日程系咪平日扮翻工1个钟，抽奖可以上网睇下有咩优惠？唔系。因为星爷咧有去攞报纸嘅习惯，即系佢成日攞报纸翻嚟睇嘅，即系免费嗰啲报纸咧。跟住今日咧系头版大大只字印咗喺度，咁佢就叫我系啊。平时星爷就佢自己带饭系啊，佢有老婆自己包嘅饺子嘅，爱心饺子出面买唔到嘅，乜馅都有。我見到啊，松露餡又有，乜餡都有，係嘛？Tesla 哥睇幾多啊？喂，講咗啦，Mandy 啊，210211210211先。點解你揀 MSFT？微軟係點解揀佢？其實就諗幾樣嘢嘅。第一微軟咧，都係 AI 裏面最重要嗰只股啦，即係都係最大嗰對嗰兩三隻噶啦，咁 Apple 咁勁，都會有一班人炒微軟嘅，係啦。今日咧仲要 gap 開10天線樓上，不過佢走勢係弱少少，弱少少。Benny 嫂即做啦，Benny 嫂都唔煮饭嘅，我老婆系无饭煮妇嚟，系啊，所以唔使理佢。咁 就系咁啦，
睇一下先。睇自己定嗰個價位睇咩嘅？我自己會有我自己一個方法去睇嘅。咁我覺得佢有機會彈到大概係420蚊啦，闊接近20天線啦。咁樣嘅話呢，我如果我買好短嘅，今日禮拜二啊嘛。如果我禮拜五嘅，咁我博佢2日裏面再升啲417.5就好容易到，係啊，咁好容易到嘅話咧，我輸錢嘅機會就好細，咁你會嘅會會會即係大概咁樣會做一啲計數嘅方法啦，咁7蚊嘅話，around2%，2%，未到2%咧，大概2%咧，即係以而家410蚊度。咁就微軟啦，微軟每日嘅波動啦，即係唔好計呢個跌嘅時候啦，平時啊，即係之前呢啲咧，每日波動咧大概係1% 度嘅啫。咁你有你除咗今日仲有1、2、3日啊嘛，1% 3日，咁我俾你升晒3日，你都係3%。咁又唔會跌，日日都升噶嘛。日日都升咁多噶嘛，咁計落去大概47.5，好似抵少少，抵少少，係啊。Well，真係 media 勁，冇得講。煲湯最緊要，湯以前都會煲嘅，後來都少咗，係啊。AMD 到27、20天，判唔判得？趴街明，個市咁有少少咩啦？個市有少少上緊嘅。我自己個人啦，我自己個人建議就等聽日 CPI 出完之後，衝一陣你先判會好啲啲，係啊，因為所有好消息都出啦嘛，好消息都出嘅話，大家都覺得冇嘢啦嘛，冇嘢嘅時候你先判，好似會爽啲。容易，應該係容易贏啲啦。你今日嘅個市個走勢咁強，PPI 就今日 PPI 啫嘛。CPI 出埋嗱，CPI 出咧，今日咧睇到篇文章，唔記得係咪大摩定烏城咧，唔記得啦。突然之間唔記得咗。佢哋話咧 CPI 咧係會好過預期嘅，會好過預期嘅，但好過預期，但落去啦，因為咧今日我自己啦，哎呀，我自己有 send 俾我哋個 group 啊，我睇下先啊，我 send 咗俾佢哋嘅。去到邊啊？今日先升嘅喎，系，喂，而家全世界估緊啦，核心 CPI 最低嘅3.2，有应该有1/5人啊估3.3，系啦，咁而家个市即系3.2啦，3.3就上一次一样啦，跟住咧同比 CPI 咧，而家市场估3.0嘅，但系劲多大行咧系估2.9嘅。勁多大狗啊！大行係估2.9嘅，咁環比咧0.2、0.1咧，其實唔係好大作用，因為0.2嘅話，佢其實可能係多0.01嘅啫，4.45入邊0.2嘅，所以呢、這個參考價值唔太大，唔算太大，咁如果又變咗差過預期少少，就變個市場啲人咧就會即刻諗會擠漲，咁所以大家咧
我都係覺得會博反彈中咧，唔係全面嘅，即係你當已經有一次大牛市咁樣咧，連升幾個月咯，因為睇到有啲嘢唔妥嘅，就係個金好強，二五幾啦，又二五幾啦。第二樣嘢，油價升翻啲，油價咧其實中東不穩嘅啫，伊朗嗰度咧。今次醒啦，話打你啫，冇同你講我幾時打，咁啊搞到你日日驚嘅，不過應該80蚊多啲，再升嘅機會好細，因為個經濟未必會即頂到咁勁嘅油價嘅，跟住咧，另外一個銅價咧係偏弱嘅。銀價倒偏弱嘅，銅價雖然咧企穩咗少少，但係前排曾經跌到3.9啦，企穩咗4.44蚊附近企穩咗，但係呢個咧咁樣嘅走勢好明顯係講緊炒衰退預期嘅，如果唔係唔會出現咁樣嘅，所以有好多嘢好過癮嘅，而家跟住你睇下國債，好明顯啊，炒緊咧9月減緊兩次息噶啦，咁點可以減兩次息咧？會點會減兩次息咧？一定係個經濟唔係好得先會減兩次息嘅，如果唔係點會減兩次咧？鮑威爾鮑威爾減兩次啊，俾阿侵鬧死佢啦！阿侵叫佢11月先減噶嘛，不過當然啦。當然啦，美聯儲未必一定未必會聽你總統咁佢嘅獨立性點都要保持住哦，微軟輸緊，Media 贏緊，亞馬遜回緊，應該少輸重。Nike 轉勢未？Nike 咧，橫行緊。今日 OK 喎，今日好翻啲啲喎。我都之前同大家講過啦，Nike 係要啲時間橫行嘅，要啲時間橫行。咁今日個走勢幾喜人喎，唔係講笑喎。我今日未，今日冇睇佢。有人提哇。有啲大行咧提高咗佢目標價啦，去到110幾嘅，咁其實 Nike 咧，你肯揸嘅話可以買嘢，因為呢只嘢啊，啲好特別嘅嘢，特別嘅股嘅龍頭，特別龍頭股雖然做得差過 Adidas 市盈率頗高佢之前炒。可以炒到28倍市盈率嘅，但系咧而家20倍咧，因为佢嗰个增速冇咗啊，冇咗增速嘅，但呢只股系长期啦，我可以咁讲啦，超长期以嚟咧，好多嗰个大行中意揸嘅股，即系话而家超级多大行揸嘅股，咁差極有個譜咯，今日咁樣嘅話 OK 喎，真係唔係講笑喎，你當落翻嚟啦，上翻去啦，行咗幾個 ABC 啦，ABC ABC 而家又嚟啦，咁上到呢個位咧，你就追就難少少。個量未夠，量未夠。你如果下面買咗就建議揸，上未買嘅話，你睇下有冇機會回回。大概75蚊附近，你先上車，75.0。不過同而家爭個幾啦，爭個幾，因為下要再升嘅話咧，有機會一樣嘢嘅，
Nike 係之前有人提過，佢8月通常都升，但係咧佢要等下一次業績，人哋先知佢有冇改善大幅嘅啊。跟住個 gap 超級大呢度啊，咁你相信你去到呢啲80蚊咧，好鬼大壓力嘅，未必咁快可以衝得過。CrowdStrike 得唔得噶？唔係啊嘛，玩啲最咩嘅喎？最慘嘅股啊，CrowdStrike，我呢只嘢我驚驚地喎，要時間喎，呢啲你起碼俾佢3個月啦，俾佢3個月啦，我唔知佢會落唔落去啊，但係你起碼有啲時間。去消化成單嘢，佢仲要俾人告嘅啊，應該有其他人可能會告佢嘅，要有啲時間去過咗呢一陣先咯。28號業績更加唔薄啦，豬仔你啊 put 咗老衲啊，幾時 put 先？几时 put 先？WMT，礼拜四出业绩啦。阿 Walmart，喂，逆市插噃，喂，Walmart 系咪 put 得啊？嗱，只嘢好鬼强嘅，系咁样嘅，系啊，咁嘅。跟住咧跌穿咗上升轨咧，都系跌少少嘅咋。但系咁样一次咁嘅大陰燭，系咪有人知道事先咧？知道佢嗰个业绩唔掂啊？嗱 好难讲，我真系呢只嘢，我之前搏过几次咧，OK 嘅，赢嘅，但系 put 咧有啲走忌，因为佢算系一个零售销售里面咧重要一员啊。但系咧，今日如果咁嘅走势咧，有少少危险啊，有少少危险。个市升到冚冚声，去咁嘅样啊，有少少危险。你 HD 咧都可以低开抽翻上嚟啦。虽然我自己觉得啊可以搏得过，但系起码唔使跌啦，好过收益好，应该系收益唔错嘅啊。同比衰倒退少少嘅啫，但系你都系嗰句，系睇佢美国嗰个房地产啊，美国房地产咧都系销售，应该话价格好高，但系销售数量好细好少，少咗好多。啊，搞搞下，剩得翻1/3，即係比起最旺嘅上年，得沙剩翻1/3嘅啫。咁但係佢哋有個好處就係佢哋班有起樓數嘅，起樓嘅數目，新樓數目又係少咗嘅，所以冇跌咯。咁就等緊要減息。減息完之後，會唔會賣樓嗰邊又旺翻咧？二手樓價格咧，會唔會又成交又旺暢旺翻嘅問題？大家都喺度等呢啲但係股息啊嗰樣嘢加得保，如果 OK 嘅話，聽聽睇下6/69咯。我自己咧前排好想 call 6/69嘅，呢一度大概7月底呢度。因为我见加德堡行得好唔错嘅，跟住6/69你见到出现业绩都有少少弹嘅，咁听日咧睇个势都有唔会太差嘅，CrowdStrike 我自己就觉得唔想买，真系唔想买，你不如揾佢啲竞争对手啊，其他人买好过啦，呢啲起码舒服啲啊，PNW 啦，呢对咯，哎呀，佢有一只股，我睇下先。CrowdStrike 啲股系
聽講 CrowdStrike 嗰啲貨睇下先啊，其他嘢真係差唔多啊！屌，我嗰陣時買呢個咩咯，買 COP，佢都係妹我啫嘛。Songs 又落翻嚟，唉，option 買唔買得啊？又系咁嘅样，又系45，有少少闷。听好多人讲9月真减息，再插多。我自要弹到高位咩位要减仓，要一我自己判断系9月6号之后，9月6号之后大家小心啲，因为而家。8月底，应该系8月13号啦。你当而今个礼拜啦，因为大部分嘅股票都出咗业绩，有六成，跟住佢哋可以回购，回购到9月6号到，大概9月6号到就冇得回购，bear period。咁嘅话咧，9月中开始咧就争啲，系啦。咁9月中開始點解會爭啲咁嘅？咪配合埋減息因素咯。你真係落手減息嘅話，即係話加上咧，如果你 CPI 咧都仲喺3，今年啊，其實彭博 Analytics 團隊咧喺度研究美國嗰邊嘅，佢前2个月寫咗篇文嘅，佢覺得咧，個失業數據。不斷向上，今年年底咧會退到4.5嘅。咁如果種種跡象而家都向緊呢個方向行啊，成個咁嘅方向咧，一定係會再講衰退同埋滯脹兩樣嘢。咁加埋頭先講嘅啦，商品價格、黃金價格，全部即係大宗商品係最敏感，全部都係炒緊衰退預期。就係咁啦，咁啊同大家講咁多嘅嘢就係成個市個面貌係商品嗰邊大家炒緊衰退嘅，而家嘅個股係炒緊反彈，係啦，成個市係炒緊反彈，因為前排跌得太多，拆息嗰下大家驚，係啦，咁第一下反彈肯定係最勁之後。再落再博反彈就冇今次咁強咁啊睇下啦，WMT 啊，如果今日咁嘅水咧，我真係覺得有啲機會可以 put 一 put 去。求 put con 嘅大體法，con 咧，我自己覺得佢仲有得彈嘅，跟呢個咩嘅，跟呢個納指嘅。比特幣咧，佢之前同大家講過，我覺得而家佢係一個風險資產跟風險資產嘅，咁落咗嚟啦，就啱啱好，啱啱好250天先頂咗，跟住就 V 又落翻嚟少少，應該仲有得再上嘅，但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咧，就係60000幾呢啲咧係有好大壓力嘅，好大壓力嘅。未必咁容易上嘅，系啊，跟住之后又冇咩好嘅消息咧，系冇噶啦，咁啊现货 ETF 嗰啲出轨咗噶啦，咁呢啲系紧跟呢个大市，就算系你可能飘离纳指一两日都好，佢都会跟翻我唔会睇，即系现时冇咩因素可以睇嗰啲咩10万。20万嗰啲咯，你只可以落翻嚟，你系储一储，系啊。但系我自己只系睇 Bitcoin，细嘢又唔使炒噶，ETH 都少啲睇咁Coin Bay 咧就有见到个 Bitcoin 有一弹咧，咪可以试下炒佢嘅。咁聽日咧 CPI，如果你覺得 CPI 大家都覺得 CPI 應該好過預期啦，
咁就好翻啲啲嘅話咧，咁個可以搏一搏康比聽日啊。咁佢嗰個Bitcoin 彈到62,000-63,000，佢上5% 咁都好正常啊。有觀眾想知 Benny 數炒咁乜 ？Benny 數話呢排反彈緊，佢又想再淡油，所以佢唔炒住我。係啊，所以佢唔炒住我。聽日港股點睇？港元有上，澳元有冇上市？哇！喂，冇咩研究澳元喎，我真係唔係講笑喎，真係冇。係啊，反而我有睇歐羅、睇 yen、睇人仔。看美元是的，其他的貨幣很少看，很少看，真的不好意思，不是樣樣東西都有留意。明天的港股呢，我的數據是跌的，今天的數據是升的，所以我今天是有播牛仔的，明天的數據是跌的，現在的東西其實是升的，明天會不會衝高回落呢就不知道了，看看明天的勢先。但是呢，這排那個成交量這麼小，只有7-8億呢，我真的覺得即是沒什麼興趣你會留意過夜的，這麼小成交即是任你點冒的，現在的牛熊證比奶呢，其實熊證都還是很威勁的，哇！我啲 friend 只狗咁乜啊？佢哋哇！佢哋瘋狂 put 緊 Adobe 喎，跟唔跟啊？瘋係咪 Adobe 有啲壞消息啊？冇咩特別嘅 Adobe put 緊 Adobe。$520，仲要今個禮拜喎，即係兩個幾喎，2.81，哇，2.6，買10注，睇下先。轉頭先睇，唔理係啊。Adobe 我自己之前有 book 過去嘅，後來因為跌咗落去400幾之後，我又唔點理佢啦，真係啊。咁而家上次咧業績之後咧上翻嚟啦，但係其實9月12日先有業績嘅，所以哇，佢哋而家咁早撥啊，冇啊，冇搞，我自己冇搞啊。仲有多倫多，哇！多倫多都勁喎，啊呢隻嘢大家好耐冇記得佢啦，已經啊話有 AI 之後佢會死咗噶嘛？啊多倫多，但係有咩特別咧？多倫多我自己真係唔覺得有咩特別，包來下條目標。跟住有幾日前嘅消息，跟住連彈幾日，嗱你彈到50天線企咗上去喎，而家250天線頂住嘅啫喎，冇咩特別喎。你話業績嘅話，啱啱先出完，P 啊高到阿媽都唔明白噶啦，唔使諗噶啦呢啲，冇興趣啊！我即係同大家講咗啊，有朋友買咗多倫國 put， 就係咁啦。喂，微軟咧輸緊喎，頂你啊！唔多喐喎，微軟如果佢補換翻落嚟啊，補多個裂口咧，我就走啊，406.8啊。即係你攞整數位，如果佢今日回翻落去剩嚟407，我走嘅，啊，止。
好，喂，今日咧就吹下吹下咧就差唔多啊，睇下先有冇咩特別。Benny 嫂可以同豬仔做朋友，唔係 Benny 嫂，因為前排 put 得好爽，佢覺得 put 得好快，係啦 ，put 咧可以賺得好快，係啦，咁升咧就慢慢上咁樣咯。咁啊，佢話呢排反彈，咁佢冇機會 put， 佢又唔想做咁樣咯，啊。豬仔就乜都 put， 樣樣都話我哋 put 得中，臘子升緊，你又話 put 臘子，你真係玩嘢。霸刀你真係，你跟佢 put 臘子啊？聽日 CPI OK 再夾多你2%，你點啊？啊，我自己就預大家聽日先 put。真的要撥的話，手行的話 CPI 出了衝一衝你先撥，起碼 你當輸少幾格咯。好啦，差不多啦，今天就喂是啦，是 Parkgaming 的提供的 WMT， 我有看的，我自己有出post IG 嗰度有講有 warmark 嘅，咁但係今日佢咁嘅走勢咧，係真係樣衰。我估有少少，佢會唔會係有個機會？係啊，65蚊至到63蚊呢啲位咧，但係咧 warmark 咧個。Walmart 咧，個市預係6% 到啊，大概6% 啊，65蚊唔貴嘅，9毫子張嘅，啊，9毫子一張，一啲都唔貴，7IV70，咁你唔好預佢跌啊升咁多咯，你當5% 啦，5% 我65，3% 啫嘛，係啊。65嘅話，跌5% 嘅話，咪大概100天線附近，啊64.幾。嗯，係啦，喂，好啦，今日差唔多啦，差唔多啦。Benny 嫂唔煮飯，全家食乜？日日食外賣，因為我仔唔中意食屋企嘢，咁通常喺外面食。系啦，星期六日就有家庭聚會，就有人煮飯。平時喺屋企可能就係、是，嗯，係咯，買兩個小菜咁咯，跟住嗰啲咯，即係茶記有啲小菜套餐噶嘛，買兩個小菜套餐嗰啲，跟住有湯飲有飯食嗰啲咯。好少煮嘅，我屋企基本上就一系煮烏冬、煮面嗰啲就會煮，正餐好少，極少。係啊，未敲係喎，佢未敲門喎，可能炒緊嘢喎。喂，姚亦好啊，喂 ，ETR 啊，我研究下安特吉，喂呢隻嘢真係冇研究過，係啊。配電業務，我配電公用業務呢堆嘢今年應該賺爆啦，係啊，因為 AI 啊嘛，跟住就升得好靚喎，真係好靚喎，好回調喎，20天線頂住添喎，大跌市佢都冇跌喎，呢啲你要買嚟長揸嘅，係啊，買嚟長揸，我再睇一睇咧，係啊，望下先 ELT。我記住啦 ，ETR Energy Company， 好，係啊，我再睇睇佢啊，睇下先，上次咧 EPS 唔 bid 嘅 ，miss 咗嘅，但係收入 bid 嘅啊。跟住咧，而家嘅 P/E 大概12倍，25年咧保增長喎，13倍喎，大佬有啲麻煩喎。EPS 有增長嘅，少少啦，炒緊15倍 P/E， 有啲偏貴咯。如果公用股嚟講，啊，
增長都仲可以嘅，每個 EPS 仲有增長空間，revenue 又有增長，但係個位數字咯，個位數字呢啲係要長揸嘅，喺嚟長揸，跟住去到2028年咧，大家都估緊佢每股 EPS 會升到9.幾，就7.2升到9.4啦，咁上升就大概係30%咯，又唔多嘅，咁每年大概增長6至7%。Revenue 增長就5% 到，好正常嘅收息股，好，喂，慢慢我再研究下佢，好啦，三餸飯啊，喂，係啊，我成日食三餸飯嘅啦，好啦，喂，今日去到呢度啦，我睇下有冇嘢食先，食食股先啦，我咪食一食先咧，等佢回一回，再買個波。聽日 CPI，好啦，大家拜拜。